名厨教做家常菜，窍门一点就明白。今天啊，教您做一个面点，啊，是粗粮细做，叫做铜锣饼。铜锣饼，外边有个酥皮儿，就像一面铜锣似的。但是怎么把这皮儿做的这个外酥里嫩，很不容易。咱们有请李波师傅。李波，高级烹饪技师、面点师，今日推荐铜锣饼。咱们先这样啊，边做边聊嘛。好，先介绍一下主料辅料，啊，看看啊，这很简单。咱们主料是玉米面，还有这个白面，那个玉米粒儿，这儿呢，辅料是白糖，鸡蛋和这个果酱，苹果酱，这是泡打粉。咱们第一步怎么做？第一步，咱先将这个玉米面，和白面，先加拌匀了给它。对，现在啊，讲究这个要多吃粗粮。对，今后在节目当中呢，经常要介绍一些粗粮细做啊。这个玉米面我们选择了这种，无公害的啊，这种玉米啊，小米磨成面啊，打过来的啊。尤其是这个玉米面，它还含有一种就是比较丰富的一些那个钙呀，是不是？还有那些肠肉因子。其实我小的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60年代，我妈妈就经常给我做发糕。发糕，当然那个时候是吃细粮，没钱买，经常吃玉米的东西啊，玉米面。现在呢，吃玉米面是很高级的一件事，对，它的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件事，还可以抗老防衰，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对，说得太好了，咱这样啊，咱们书归正传，你给观众朋友说说这比例啊，这玉米面这个比例一般来说就是，就是玉米粒和白面跟这个玉米面的比例是1:1:2。1:1:2，对，这两份的玉米面，对，好，来，咱再加入这个面粉，白面，泡打粉，泡打粉在里边就起到蓬松的作用，蓬松，对，这个我到日本出差的时候吃过这种饼，他那叫做什么金川烧，黄金饼，里边还加一种什么豆馅儿什么的，对，是不是？咱这个要加果酱馅儿，是，先把这个玉米面和这个白面先给它拌匀了，加泡打粉，拌匀了之后，咱加入白糖，白糖在里边能够起到这个甜味儿的作用。再一个就是在烙的时候，它就能够着色，让这个烙得更出那个金黄色，金黄色。对，上色。然后加入玉米粒儿。这时候加玉米粒儿。对。然后加入鸡蛋，这个鸡蛋在里边也是起软性啊，比较松软，是吧？营养价值又提高了。对。也可以加水，但是这个夏季啊，就是用凉水，冬季就用温水就可以了，充分的给它搅匀了，来成这种，这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有点这个往下拉的，往下流的那种劲儿，是吧？行，这第一步咱就做完了，做完了，下一步点火吧，下一步点火，点火，开始烙，好，稍微来一点油，来一点点油就行，来，这个油不要多了，油一多的话就砸在底下就硬了。油多反倒硬了，对啊，它就等于砸了，稍微来一点油就可以了，然后将这个调好的糊，用勺子给它放进去，这得有准头啊，对啊，不要太大，尽量的给它烙成圆，放的时候试探着放啊，对，给它放成圆形。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不动它哈，对，先别动它，等它定了形，一定小火，再给它动，稍微可以给它压一下，压适当收火，对，适当的收火，而且还可以离火，那么在烙的时候，这个还可以给它盖上盖，两面的让它充分的成熟，和可以减少一点时间，减短一点，将烙好的饼，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，关火里边，把这个饼子用这个圆模具给它扣圆了，这样的话更加美观一点，如果家里面没有这个模子的话，拿那个小碗儿、可乐罐都可以。好，这个
哎，下面咱把这个烙熟的饼子两片给它合在一块儿，近似于那种铜锣的那种。对了，有点像日本我吃的那个啊黄金饼的感觉。哎，这个苹果酱都可以啊，愿意吃沙拉的时候也可以放点那个豆沙馅儿也可以。对对。哎，给它抹匀了。对。哦。两片给它加在一块儿。加馅儿。对。好好好。其实啊，有的时候与其到外边点心铺里边去买那个什么饼屋里边去买，不如自己在家里做，货真价实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而且这过程很有趣。有些东西是很简单，哎，家庭可以做的那个。对对对，好。哎，滕老师，您可以尝一尝。哎，那这样，我替您尝尝啊。嗯。我是比较爱吃甜食的，爱吃面食啊。嗯，感觉如何？非常好。嗯，这馅儿的味道我就不说了。嗯，关键就是说这个饼啊，嗯，里边它加了这个老玉米豆。对对对。这老玉米豆呢，不是说这个咱们这个拿的生老玉米豆，那个也是那对，这是经过水发泡以后的。对对对，那种罐装的也可以，鲜玉米粒也可以给它焯熟了。如果鲜玉米粒一定要焯熟了。对对，你用的是罐装的，对，所以这种老玉米豆，到嘴里边，显得非常的活泼。嗯啊，而且呢，味道也非常的鲜，非常。它既体现出来这种玉米面的这种营养，还有这种鲜玉米的那种鲜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。什么都没有添加，我是看着货真价实，吃着放心，而且呢，粗粮细作做到这种精细的程度，佩服佩服。咱这样啊，再跟大家说说我们几个关键的步骤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嗯，那个首先咱要掌握住这个原料的配比，一个是面粉的跟这个玉米豆、玉米粒儿，还有那个玉米粉，1:1:2。对对，啊，里边搁点糖，搁点泡打粉，加入玉米粒儿，鸡蛋，对对，反正这都是好东西。对对对，然后充分的搅啊，充分的给它搅匀了，这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有点这个往下拉的，往下流的那种劲儿，是吧？嗯，然后在烙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准这个温度，温度不要高了，高的话烙出来的饼啊它就糊了，哎，中间不熟，慢慢的给它扣进去，一点点来，最后呢。找到这种拿这个模子，哎，给它压出来，压圆了。嗯，您想抹果酱，抹果酱；想抹豆沙，抹豆沙。你什么都不想抹，抹加点咸菜也可以。对对对，啊，让咸口了。是是。啊，总而言之，还是比较简便易学的。在这儿呢，我代表观众朋友感谢小李师傅啊，欢迎你今后经常到我们的天天饮食做客。啊，咱们下期节目老时间、老地点、老朋友，不见不散，再见。再见。只要花上10块钱，用上10分钟，就可以在家里吃上一道嫩滑鲜美的宫保羊肉。明天，雷军峰师傅将一道流传了几百年的名菜宫保鸡丁加以改良，烹制出这道美味。那么，这其中都有哪些烹饪窍门呢？雷军峰师傅将告诉您答案，敬请关注明天的节目。